今天它这个是根据提示的数字，然后去解这么一个公式。它每一个字母，它是对应一个数字。那其实这个数字是你不同的玩家会给出不一样的数字，但是这个数字的，这每一个字母的数字是一样的。那么这在攻略上它是有9个字母，A 是零，D 是二，E 是六，G 是四，H 是三，I 是五，N 是八，R 是九，然后 T 是七，那我得到是 T。那么 TH 就是73。H 73，然后 I 是73乘5，73乘5，然后加 7N 就是78，减 G9 就是49，